面对全球景气低迷，你该如何突破创业困境？一个崭新的创业契机就在眼前，现在你只需要不到五杯拿铁的钱，就能让你拥有自己的事业，做自己的主人，打造不凡的钻石人生。2008年，在创办人 Eddie 蔡平产与组织伙伴的筹备下，在台湾创立多层次传销公司，也是立足台湾放眼国际的多层次传销业。而面对来自欧美的庞大直销跨国企业，他们开创出别人都做不到的事。问你自己，如果你不是当老板，你是做什么？如果你不是当老板，你就是跟别人上班，你感觉那个可以做一辈子做到老吗？条理分明，又不失幽默，还能精准抓住听众的注意，他是 AD 蔡。他有另一个名字叫上线，因为在直销商面前，他不是老板，而是一起打拼的上线。靠着敢冲敢拼与市场的洞察力，让他在直销界屹立不摇30年。直销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生意的机会，给很多很多人。很多人要面临一个事实，今天的台湾，一个已开发国家，我们很多年轻人今天呢很难去做传统的生意。在所有下线眼里，他是成功的直销商，堪称典范。但是 Eddie 心中始终有一个想法，就是如何让所有拥有梦想的人在直销界实现梦想。我要提醒很多直销商，如果直销老板把30几万的钱拿走，不要太快相信你们的梦在直销会实现，直销老板的梦会实现，直销商不一定。所以 DOC 的出发点是来做一个直销的革命。直销界的革命就是把原来属于老板的1/3获利都分给直销商，让利润达到2/3，直销商的梦更快实现。而相较于国际上许多直销公司都来自于欧美，他们是从台湾出发的企业，并且把组织网遍及全球，俨然是全球的上线，也掀起了一波直销版图变动的革命。第二些制度要照顾到我们的小将跟基本将，我相信才能在第二些我们上线才能看到我们下线可以开他们要开的车，住他们要住的房子。对品牌开发团队而言，为了让消费者拥有最安全有效的产品，唯有透过分享，把价格合理而且最天然健康的给朋友。所以在第二期里面，我做产品原料没上限，没预算，该做一定做，我不可能会用便宜的原料，最好最贵的原料我都用。团队在原料取得与产品开发上总有过人之处，因为创办人 Eddie 参与每一次研发团队的新品开发，并且深入了解顾客与直销商真正需要的产品。我不会跟你讲我的东西很好而已，任何的人如果你要问第二次的东西，我可以把我的配方开给你看，我还给你看我的原料商是谁，有哪一家公司敢这样做。鱼油加拿大的最好，黑大蒜日本的最优，柠檬酸钙要吃德国的，牛樟汁就是要台湾的，并且选择台湾合格药厂，最佳的研发制造团队，提供更多就业机会，产品行销全世界。直销就等于是产品通路，而这个通路也应该如同百货公司，产品多样化，一次购足，满足所有顾客的需求。因此，除了自家研发产品，公司也与异业结盟，让品牌为直销加分。直销商本来每天要用的，他要吃的，他要用的，
我们如果可以给他们买直销商价，帮他们省钱，包括他们还有奖金 VLC 呢都愿意做这个事情。从直销奖金制度的革命，最优质产品的坚持，再到公司营运的卓越，公司抱着为直销商打造钻石生活的使命，树立直销界的典范，开启直销界的新纪元，用热情、健康、公平，为所有的直销伙伴一圆创业的梦想，打造不凡的亮丽人生。